小月，哥，你来啦。对，怎么了呀？你今天怎么下来了？我下来卖竹笋呢。卖完了吗？卖完了。那卖完怎么不回去呀？是不是没车啊？不是，宇哥，我今天下来卖竹笋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捡到了一个钱包。捡到了一个钱包？嗯。什么样的呀？你看，哇，这里面好多现金呀。对。还有银行卡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，那个人也没来拿。等两三个小时了你啊？对。那这上面有没有电话呀？没有，我看了没有。那这附近菜市场的人你问了没有？我不敢问，因为这里面的现金太多了，我害怕不是他们的，他们也说是他们的，这样被他们拿走的话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那个人。那天都快黑了耶，小月。对呀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才打电话叫你下来的。行吧，那我们再等一会儿吧，再等一会儿，他那个主人会不会找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等一会儿吧，那坐着坐着。小月，你这个人可能不来了，我们都等这么久了，天都快黑了，要不我先带你回去，然后呢，明天你大早下来的时候再交给戴帽子的叔叔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话，戴帽子的叔叔也就下班了。可是宇哥啊，我这样拿回去的话，我心里也会不安。人家主人没有找到的话也会着急的，你看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现金，万一人家着急用呢？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吧，现在天也还没黑，要是再等一会儿他实在不来的话就听你的，明天再带给拿给大帽子的叔叔吧。都等这么久了，那行吧。你饿不饿呀，小月？我不饿，就是有点渴。有点渴是不是啊？着急了是不是啊？着急的渴了吗？那行，那你先坐在这里，我去给你买瓶水吧。啊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啊，怎么偷我钱包了？我没有偷你钱包，这是你的钱包吗？肯定是我的了。那这里面有多少现金呀？三千块钱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阿军。你问我名字干嘛？缺少了没有？我看一下。没少，我没有偷。没有偷，怎么可能在你手上呢？不是他的吗？是不是他的？是他的。肯定是我的了。是你的是不是？是吧？是你的，你这么凶干嘛呀？你干嘛说人家是小偷？他偷我钱包了吗？什么叫偷你钱包呀？偷，怎么可能在他手上呢？你好好说话，人家为了在这里等你回来拿这个钱包，等了多久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来跟你感谢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别人偷走了呢，原来是你偷的。不是我，什么叫偷的呀？你好好说话好不好？你不要这么说话，你不感谢人家不说，你还说是人家小偷？那不是他偷的，你有什么证明吗？我有什么证明啊？是啊，我一直在记录着，是不是要我拿给你看一下？你在这里，人家这个小姑娘小月下来卖竹笋，卖完竹笋过后捡到你的钱包了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一直在这里等你一天了，你不感谢人家不说，你还说是人家小偷，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回事呀？肯定是他偷的嘛。什么叫他偷的呀？这东西有没有少？你自己看一下。看一下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呀？没事。年纪轻轻小伙子怎么说这些话呀？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我们宁愿不拿给你，我们就拿回去了。对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呀？哎呀，冤枉好人。那我误会你来了。去你买点喜欢吃的。我不要，这是你的钱，你自己拿着，我不要。很感谢，真的。我以为是别人偷走了的，因为这个钱都无所谓，这银行卡那些很难办的。没事，你找到就好了。我害怕你着急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你一天了。对，我们都等你一天了，小伙子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乱冤枉好人。世界上没有你想的这么糟糕，知道吧？好人多。我也很着急，因为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买菜嘛，然后人很多，我以为是别人偷走了，我一直都找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找到，所以我心里面有点急嘛。原来是我误会你了啊。没事，你找到就好了。是我误会你了。对不起啊！没事，好，感谢，真的谢谢。好，行，找到就行了。好，你去吧。哎呀，这个人真的，早知道我们就不拿他的那个钱给他了，还在这里冤枉你。没事，人家可能就是丢了，就是太着急了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没事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小月，哎呀，刚刚那个人，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还给他了。他还说你是小偷，你都不生气，你心地太善良了，小月。是，人家就是太着急了才会这样说的。没事的，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，你心里踏实了吧？走吧。
话也比较不好听的那种，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这样误会你，心里面也过不去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要放在心里面，真的有点过分了，说的那些话，我就是比较着急嘛，所以没事的，那样误会你了，也是心里面不舒服，是买点水果给拿回去吃嘛。不用的，换的是水给。没事的，没事。是的，真的很谢谢你啊。我也有些话也说了很严重，你也不要放在心里面，真的。是的，换的是水，你拿回去嘛，真的。换的是水，找到你的钱包都会还给你的。没事没事，人家可能是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就给你买了水果吧。那我们吃吧，这里面还有钱呢，有的。哪里呀？哎，快点拿去。哎。走了，快点去追！跑了怎么去追呀？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可能是刚刚对你说话有点过了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才给你塞了这些，然后呢买了水果吧。没事的没事的，人家是感恩你，没事你拿着吧这个。啊，没事的，来来来，你拿着。如果你不收下的话，可能是人家心里过意不去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样的。所以说。好人有好报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我拿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走。